看到这个上面超级多的小脚丫了吗？没错，各位，我们的小麦也长大了。Hello， 刚刚我们《异电生存》第二集啊、哦，我私下弄了这个小麦田，然后还养了超级多的小鸡哦。虽然说我们的羽毛已经不用收集了，但我们的肉不会缺了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你们会不要排队过来啦？想做掉我的人已经多到排队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去找阿汪哦。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赶去觅阿汪。我们要拍手吗？我们拍手。几个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你们三傻不是都这样子录影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没有那么鸡的感觉、啊。好，怎么那么多鸡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很鸡。哦，你坐在下面了、哦。啊，对啦，我坐下面啦，这旁边有个入口啦。我们家很小，我觉得你不要看，你会笑我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家没怎么规划。啊，我问你、就是，哇，好多鸡哦！天哪，太多鸡了吧？怎么像一个有钱人来到一个贫民窟的感觉啊？哦，我看到你的床了，摸一下。我们两个的贫富差距。从我们的服装就看出来了，我们今天就是请到了阿汪来跟我们比赛来挖矿啊！啊，我这边有准备一些工具，那我需要把小地图模组关掉吗？哦，我怎么没有小地图模组？哦哦哦，你可以装啊！哦哦，原来是要自己装，我也是进来就会加载了，这样还是你需要我关掉？哎，那个有差吗？不会看到矿物啦，但是我、对。我视野会比较广，会看到洞窟在哪里。那我就跟着你走就好了。OK。我们需要都用普通工具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啊啊，那我先把我身上的东西放一下，等一下啊。我先找一个箱。哇塞，你还有中介箱哦，好厉害！等一下我这是什么新手发言？哦，你要中介箱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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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放在哪？不然就放在树下。哦，不然我有可能就是会不小心捡到中介箱这样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我、把中介箱埋在这里。啊，对对，OK OK。那这石头镐是做什么的？我担心你可能铁镐挖爆了，所以我帮你准备一个 UB 的。哦，好像有点寒酸的感觉。还是说，那个我怕铁不够用啦，所以我们铁分着用好不好？来这边有一组铁砖。啊，什么是铁砖啊？哦，好，那我拿一个就好，拿一个就好。那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飞，你想在哪里停下来就停下来。我看这边有洞嘞、我找不到你了。你在哪？哦，好，等一下，完了完了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该不会这一集就被躲捉迷藏游戏，然后就结束了？哇塞，旁边怎么有一个迷宫啊？哦，你到了，那个是 Alan 盖的那个黑炭神殿，然后黑炭是阿路的猫，对。我这样会爆雷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，这个已经在很久了。哎、我在你背后。哦，来了，我这一集的时间快用完了。完了，我们要找地方下矿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就在黑炭神殿的屁股后面下矿。好啊，好啊，这边应该是没有被开发啦。我们今天的 PK 时间大约来个40分钟就好了。好，我看到这边有个很大的坑，真的，我会下去然后摔死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。应该不会吧，我用飞的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会飞干。同框，同框没有分哦。同框没有分吗？对，铁才有，我刚才讲。我先，是我的吗？哇塞，好多分哦，分开了，我要找一个地方下去了。今天有这样，我觉得钻石三分好像有点弱，不需要挖钻石，对不对？不然钻石一个十分啊，敢不敢？好，钻石一个十分，这样比较有差距，这样有动力了吧？如果你挖石头钻石矿的话，不要挖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石头钻石矿可以换伺服器玩家的一个头。哦，好啊！哎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我跟你一起挖。好啊！我看你有什么好料的。你可以不要一直拆我的火把吗？我们今天其实是有惩罚的哦。如果我们加起来的分数比较低的那一个人，他就要把他身上这一次挖到的东西全部都给另外一个人。哦，好啊！我输的那个人要把东西全部给赢的那一个人之外，还要再拿等值的东西乘以二给他。等值的东西乘以二给他。对，就是假设铁砖，对啊之类的。如果你哇，对，你觉得不知道怎么付清，你就拿铁砖看哪几个这样。对，我就是想要靠这一个决斗的赌博，然后来慢慢的增强我，加快我在生存的进度。但有可能会遇到，就是我可能付不出来。哦，你家鸡那么多，我给你算一只一个。如果在现实的话，一只鸡可是1000块哦。我现在最严重的就是我担心，等一下如果火把不够，还是你是会用火把的人吗？啊，那我再问你另一个东西，调整亮度的模组我要关掉。我刚刚就是想说，你是不是有调伽马值之类的？啊，是，我要关掉吗？那可能。
不然你把你身上的火把给我，我们这样当一个公平的交易。哦，我要青青瓷的，等一下，青青瓷算几分？一分，也是一分，也是一分。但是青青瓷一挖就挖好多颗哎、欸。来，我挖到你的位置，我给你火把，我给你火把。哎、欸，也可以顺便给我青青瓷。来，给你火把。来，给你一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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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真的有在打架吗？也太和平了吧？有啦，我们这个其实算是有点勾心斗角。我们现在表面上和平，说不定等下我会拿岩浆把你弄死。真的假的？所以弄死人的话，他们身上东西掉喷掉的话，可能。哦，这个声音不太妙，这个 A 的声音好像不太妙。哇！不要吧！不要吧！这个声音。一颗，两颗，三颗。我三十分了，我现在开始思考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抵债了？你在等下，你在坐标哪里啊？你在多低？我在负十四啊，十四就有钻石，这么快就挖到了？有，它这表面长出来的。你是不是有点神运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平常挖钻石运气没那么好，第一次这么好。完蛋了，我的好运好像跑错地方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平常 PK 这个没有在输的哎、欸。不好说，才刚开始而已。我可能要弄一点仪式，我身上有一堆鸡蛋，你要找鸡来帮你。对，他们在帮我闻了，在帮我闻了，等一下就会出现大量钻石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把这段剪了。我们已经过十分钟了，那么快哦？你不要小看这个时间，在我有优势的时候，那个时间会倒数的越来越快哦。什么东西？啊，没有，刚刚被盗了，刚被盗了，刚被盗了，被盗了。哇！罐啊！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叫铁矿脉？铁矿脉是什么？铁矿脉就是源源不绝铁的地方。有这种地方？有啊，当然有啊！我到时候画面记录档，你自己看了就知道。我们可能生百年岁时也可以算分了。真的假的？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！没事，我继续。我应该没那么衰吧？哦！怎么了？说，没有，先发制人而已，先声夺人。哦，好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没事，你慢慢找钻石，我挖我的铁。哇塞，我好像真的有点凄惨哎！你真的有这么厉害的铁矿脉，就挖不完这样？所以铁矿脉就是这种东西啊，你就一直挖它。我们。既然还有40分钟、欸、我现在只能一直召唤一堆小鸡了，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方法了，我只能找些玄学了。哇，好开心哦。这个人开心到有点累。没有看过有人开心到累的呢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到你那边去？我怕你会有那个啦，就是幽闭恐惧症，我可能要陪你一下。哦，不会，罐罐，我处得很好，我一个人处得很好。我可以带一只小鸡去给你，你可以处得更好。这个人挖得很卖力，不想理我。我挖爆的话，我就剩最后一只铁镐了。你用钻石来做钻石镐啊？我还没有钻石。我不，你可以烧铁啊！我还要烧，把刚刚挖到的铁拿来烧。不是啊，刚刚我给你那么多铁砖，你只拿三个，你要考虑到四十分钟的情况。我们是不断在挖掘啊，关关。我好像低估了这四十分，我看还有几分来，22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生百年碎石的地方是没有钻石的、啊？有钻石啊，当然会有啊！我刚挖的是生百年钻石啊，你在那个表面的地方才不容易挖到钻石、啊。哦，对，钻石！等一下，我、哦、这钻石位置好危险哦，在岩浆上面了，干！我这样子到底要怎么玩下去？我现在一颗都没有挖到，我开始怀疑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又打到一个附魔弓耐久二的。我可以帮你把它变成耐久三。我觉得我这个位置不太对，有问题，有鬼呢。也要换一下吗？对，我觉得真的有鬼呢。我觉得我必须要回去拿一下铁镐。不然，我试图去找找看你，我给你铁。但我很抱歉，我在去找你的路途上，我发现钻石。那这样子，那一颗算我的、哦，因为是因为我的关系。不行，我没有吗？谁挖的算谁的。哎呦，快挂了。还是我们改鬼抓人的规则，就是如果我抓到你的话，你东西要给我一半。没有这种事吧？突然，那我现在开始往外飞就好了。让一下了。好，你还没有啦，我来找一下。哦，我看到你的苍蝇洞窟了。
哦，我看到一个蓝色发光的东西。哦，一个，我看到了。两个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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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。哦，四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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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看到的是发光墨鱼。哦，好吧，太难过了吧？我还开始，我还想说你进度要超前，我开始挖都变成钻石。哇塞！我今天如果输了，全部的东西我都没有了、欸。如果我觉得我会输的话，我就把东西全部丢在地上，然后带一半的东西去找。哦，我好像要找到你的水晶矿脉。哦，那你离我很近哦，我要飞上去找你吗？应该不用，这个只在沿路在挖铁。哦，你可以开始挖那些铁了。对，我看能不能靠这些铁。把分数追回来！来来来，关关关关，来来来，给你铁，给你铁。哎、欸，关关，你看，这就是铁矿脉，这就是铁矿脉，就是在安山岩旁边会有这些一粒一粒的。你看，刚才大家纵贯过去很多，我靠，是不是很多？超多！我剩11分钟嘞！哦，关关，我看到钻石，哈，就在我旁边而已。我就在你旁边而已，没错，我就在你旁边。我不要挖什么铁矿脉了，我要去寻找钻石。那你那个挖一挖就有钻石分数了、欸。是啦，这个就是那个赌博了，赌博，赌博，赌博。老板，你看看，满满的铁矿脉。不行，我要找钻石。总不可能这一把一个钻石都没找到吧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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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刚放屁，肠子可能烂掉了，刚那个屁声。天哪、啊，在这边可不可以找到钻石啊？哇塞！你怎么跟着我啊，哥？哦，我看你，我看看你有没有找到，反而是11分钟而已了。哎、欸，你看这边有好多铁，你怎么不挖、啊？不行，很多。我现在要找钻石，但是我挖这个铁，我就有一半的钻石分数了。啊、哦，不然我再来挖一下了。如果我拿到附魔金苹果，是不是应该就赢了？附魔金苹果，快给我出来吧！没有，主要不然附魔金苹果100分，100分，100分。我说你100分都输，我这个废矿居然没有钻石哎、欸！我靠，我找到生怪砖哎、欸！生怪砖有没有分？哦，生怪砖50分好不好？生怪砖50分，没有啦！我要公平，里面有马鞍，还有两个水桶。哦，我的火把又没了，我拿煤炭去做火把了哦。时间还有40秒，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？14秒，那我先上楼好了。那边真的没有钻石吗？我要穿翅膀下去。那你下去，我上楼。我跳下来，完全没有钻石，各位，这么大的地方，也太难过了吧？哎、欸，我关关关关关，我玩到青金石。对，我上楼看到青金石了，抱歉。时间到了。对，你先放下面，我放上面。我们先放青金石好了。好，先放青金石。好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青金石比较多，比较高，比较多。接下来铁好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哥哥你还好吗？哥哥你还好吗？好看，八块铁，十块铁，那好，那我这个也贴上来。啊，黄金哎、欸，黄金哎、欸，来来，这个废矿找到了可以吧？废矿找到了，可以，算，啊，煤炭，看在这里哦。好，来，火把，好，给你过，火把，最后就是最重要的钻石了。来，在这里。啊，那是不能放。我在最后一个洞窟的时候找到亮亮的，我走过去发现它是这个。哦，好吧，那这个。好，这一箱都是你的了，谢谢汪汪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我拿走你的墨囊还有钻石手就好，剩下来留给你。对，你一定要收下来，不然就是不尊重我。哦，好，那有没有合成台？我也是蛮喜欢人家不尊重我的。哦，真的好啊，没有啦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就是跟汪汪 PK 的一个，这算挖矿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可能。这个运气我应该要去附近的宫庙祭拜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接受这一次的结果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之后也到汪那边，我也会到汪那边去拍一集哦。啊，至于会做什么，我们还在想啊，有可能我可能去想办法从那边 A 一点东西来，不然我的这个生存怎么越 PK 好像越穷啊？那你们要推荐我之后下一个要去找谁 PK 比较好？去 PK 红月啊，来啊，我直接去找红月啊，这么快？红月想你啊。好，那我就去挨个去找红月了，各位，那就这样做吧，走吧，行了吧，行吧，那我们再看，
不要了，这集也不要看了，拜拜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拜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赔给阿汪两倍的东西啊，吃我的毛吧，太多了吧。